Big family, what's up? I'm back from Shanghai. We're here in Beijing. We're inside an apartment complex on the first floor. And we're gonna go to a home studio. Now, as you may know, with recent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ybody can set up a studio in their house, matching professional level quality and at affordable rates. So we're gonna see how that's done, and we're gonna meet Chenghui from Woods Whisper. He's recording his new album. It's very soft, very image dense folk music. It really gives you a sense of the beauty of China. Oh yeah.从小到大，我家人虽然不管他怎么阻止我去做音乐也好，但是我在做这件事情，我一直跟他们是我该做什么我还是做什么，不受拘束，比较自由，飞来飞去。我叫王子斌，然后是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然后那个今天是在我的那个工作室里面做那个陈辉的这个新专辑，一张纯 folk 民谣专辑。我是广东人，我2006年来的北京嘛，然后当时是为了想继续学音乐吧，想跟一个老师学吉他，但后来因为学费我觉得交不起，后来就没学了，就开始搞乐队嘛，一直坚持到今天。我希望我是一个音乐家，但是我不敢妄想，因为我是业余爱好者，因为我没有很正式的受过这种音乐的熏陶或者是锻炼吧，训练，没有去读过音乐的学校，就是跟一些老师就是都是爱好者，肯定是用了我很多的精力进入这样一张专辑的一个状态去把它完成的。这一阶段的生活是比较灰色的一种地带，但是这种是沉在冰山底下的一种力量。如果说有的人听到他会觉得很美很棒，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可怕，我这为什么让会人听的是那么沉重不舒服，是这样。但是我希望就是说这张专辑能给别人带来一些，当你最低谷的时候去听以后，你会发现有微弱的光在照着你，可能你想会去做你的那些事情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基本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矛盾体，矛盾的专辑，矛盾的想法，以后矛盾的生活，可能生活总是这样嘛。比如我现在都已经步入30而立的年龄了，我是82年的。如果说在中国对一个人来说年龄是很重要的，特别在农村，他们在22岁到25岁就结婚了，就要开始步入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节奏。但是我还在坚持的做音乐，以后等我30了，我发现就是会有这种压力，你所有身边的人都一样，都结婚了，都开始过一种他想要的生活，或者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但是他必须那样做的人生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还在一个人，我就会觉得很有压力，要从经济来说的话也是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要想想你飘着不行啊，你要一个窝，你要安家，中国说嘛叫安家才能立业啊什么的，就是说我也渴望有一个家，因为我飘了太长时间了，像一个孤独的孩子一直在飘着，一直在行走，一直去看了很多风景，但是回来我觉得还是要安定，以后保证生活的
质量吧，就是说正常的生活。像我觉得对一个动物来说，这应该是要做的事情。装的